中神的 Media Hub 可以说是网页内的宝库，当中所涵盖的资料相当广泛。 Media Hub 分为多个部分，包括 Magazine、 Bulletin、 Video、 Audio、 Player Diary、 Publications 和 Resources。 首先进入 CGST Magazine， 它是中神每季出版的刊物，主要分文章和期数两类，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寻找合适的文章，亦都可以用 Tag 直接寻找不同的专题文章。而右边这个排序功能可以从最新或者最旧做排序，方便寻找。回到去网页顶部就可以进入去 Bulletin， 即是中神院讯，这个是自创校开始出版的刊物，联系中神的校友和支持者，基本功能和 Magazine 相似，读者可以按喜好选择合适的文章。而 Video 就将中神的大部分影片资源集中存放，浏览时可以选择最新影片，或者用 Tag 选取适合的影片观看。我们极需要弟兄姊妹祷告支持中神，因此特别设立代祷日志，每日可以为中神祷告，网页亦都会更新当日的代祷事项。中神自创校以来，老师一直积极出版书籍，希望透过著作祝福教会和信徒。读者在这里可以浏览中神出版的新书，旁边列出的出版社连结可以入去网上书店购买所选择的书籍，部分书籍更加制作了电子版，可以 click 入去相关连结购买。最后在 Media Hub 里面， Resources 包含了大量资讯，很适合教会和信徒使用，我们将会有一条短片专门介绍，大家要密切留意了。